啊，我们就是通俗理解全，那就是角膜很全，对不对？嗯，不然那是不是角膜就切了一半？其实不是的，只是说我们可能为了大多数人的理解，全飞呢，它其实是叫在角膜的层间用飞秒激光做了一个透镜，然后呢，在角膜边缘上会做一个小切口，把这个透镜取出来。所以从外观上看，它切口小，所以叫做什么简称吧，就大家能理解。瓣飞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不是那个一瓣两瓣的瓣啊，是角膜瓣的瓣，它只在角膜上做了一个瓣，为了把这个瓣做好了之后，目的就是为了把这个瓣宣开之后，我能做角膜基质层的手术。因为眼角膜有好几层，中间那一层是最稳定，我们只能在中间这层做手术。所以说这个瓣的目的是把这个瓣做好之后，做中间基质层激光，然后把这个瓣盖回来，其实都很安全的手术方式。